样。喂，他都遮了吗？我遮，我遮，你等等。一二三。哎，안녕하세요，我的鸡蛙。早安。欢迎来到迪士尼。迪士尼。这个蓝蓝色的地方，这是很漂亮的。这是我们 UTM 的毕业生会在这里毕业的。然后由于是因为我们在11月7号嘛，不能去到你们的工作，所以就借此我们来这边来表示我们跟你们一起庆祝你们的毕业典礼。所以在此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祝福，祝你们前程似锦、早生贵子，还有最重要的是毕业快乐。来自 KMS UCAM 帅哥美女们，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，谢谢谢谢，耶，好好工作，请你们是不是记得来台湾玩哦，拜拜。哦，玉龙讲要回转的，等下哈。OK， 回转得了。首先，我。想要祝你们毕业快乐，然后很对不起没有办法出席你们的毕业典礼，现在的我很难受，很想哭，然后祝你们过后一帆风顺啦，然后身体健康，看到我的时候请记得吃，请我吃饭好不好，你们都做工了，就这样子啦，先啦，我还有两年来毕业啊，拜拜。嗨，慧心医生经历心仪跟自学，预祝要毕业的你们毕业快乐哦，然后我应该是去不到你们毕业典礼啦，然后玉龙就叫我们录这个 video， 这样子就祝你们尽快找到工作，然后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们可以请吃先哦。 OK， 拜拜。 Hello， 祝 UKM 的各位毕业快乐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首先呢，要恭喜你们终于毕业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找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还有就是 all the best for your future。Enjoy 你们的 convocation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祝你们毕业快乐。可能我不到啊，可是还是很真心的祝你们 happy graduation。拜拜。Hello， 医生，经历会行，燕妮还有志全，就是 UKM 大 K， 然后就听说你们要毕业了哦，就毕业快乐。然后我现在在台湾，然后这是头城火车站，然后这是很好吃的薯饼哦，然后我朋友们在排队，很好吃的葱油饼哦。好了，就废话很多，就是重点，我要讲重点，就是就祝你们找个好工作，然后。赚钱，赚多点钱，然后过后约我们大家出来养茶啦，然后最后的终点就是 Permanent Spirit Level Dice， 请你们吃。Hello， UKM 的朋友们，恭喜你们毕业了！找到工作的祝你们工作顺利，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就快点去找咯。最后祝你们毕业快乐，前程似锦。Happy graduation, all the best, bye bye. Hello， 你们好，三年不见，你们这样快就毕业了，你看我跟盛阳还在这里读到要生要死，黑眼圈这样生 ，OK 啦，祝你们 convo 顺利，工作也顺利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医生，经理慧心、志全跟心仪，祝你们毕业快乐啊！顺顺利利，赚大钱，不要忘记我们。
Hello 志全 ，Hello 医生 ，Hello 经理 ，Hello 慧心 ，Hello 慧心怡 ，Hello， 恭喜你们熬过这三年了，然后说我祝你们前途无量，然后前程似锦，工作顺利，还有最后毕业快乐 ，OK， 拜拜。Hello UCAM 高材生，恭喜恭喜，毕业快乐哦，祝你们前程似锦，拜拜。Hello， 那么快你们就毕业了，祝你们毕业快乐，然后前程似锦，有机会我们就聚一聚啦。嗨，火星妹，杨慧星，如果我知道我没有一个人录给你的话，你一定又在那边大吵了，又讲我没有心啊，我又在那边 down 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啦。对不起啦，去不到你的毕业典礼，因为我真的是跟你隔夜真的没有走不开。可是我如果有时间，我一定会去 KL 看你 ，OK？ 毕业快乐哦！以后记得尽早脱离单身，然后找到一个很疼你的男朋友，然后做工赚多多钱，然后养我 ，OK？ 爱你哦。Hello， 心怡。Okay， 现在轮到你毕业了咯，就恭喜你啦，终于完成这三年这样辛苦的路程，就之后工作的时候就顺顺利利啦，也祝你幸福哦，快点找个男朋友，然后就结婚生子，记得请我啊，就Happy graduation， 拜拜。